上课喽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OK， 你们今天都还好吗？好。OK， 身体的水分还够不够？有没有被晒干？被吹干？有吗 ？OK， 待会我建议你们喝什么哈，要注意听清楚。Mary，Hallelujah。Amen。OK， 好，我是村长。No。啊，反应这么好。OK， 好，我再来一次好了。好，谢谢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哈。这个铁花村那个风灾过后，之前你们来的话，都还会有树荫哈。不过你现在你看抬头看，不过那个风光还是更美哈，直接看得到星星跟月亮。啊，对不起，这个风哈，发型有点乱。真的啦，这个听风的不是在啊，这个发型有点乱。我要对着他好了。啊，这看得到吗？哈，这个角度是十五度角。OK， 啊，那个我爱倒吧。好，今天呢，今天铁花村这边呢，这个新啊铁花新基落这边呢，非常的热闹。那各位也应该有听到这边的声音，后面前面那边的声音，知道那边是办什么活动吗 ？OK， 那没有关系，来你们来到这边铁花村是对的。哦，你们买这个300块的门票吗？待会你们还是可以去那边看哈，欢迎你们去。那今天呢，这个是蓝星乐团，蓝星乐团呢是台东这个很经典的这个原住民乐团哈，威胁的这个严威音量，还有谁呀？严威音量还有谁呀？这是最部落美男子，他已经是在那个修养当中哈。这个来讲啊，这在台东来，还有黑孩子啊 ，OK， 啊，这是这个台东都还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乐团哦，而且这个乐团呢，我推荐各位哦，非常你们买花这个钱哦，是值得的。待会呢，你们就简直是在享受在这个脱口秀啊当中哈，非常的那个会让你们今天啊回家睡觉会虎虎生风哈，会万事如意，而且呢。抱女朋友抱老公都会很用力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哈，你们自己去想象。你看你们都有动作，好在那边，这个动作哈，那个我就不强调职业的事情哦。很忙的你们那边 ，OK， 因为今天呢，这个因为有两个乐手呢，因为那个赶场哦，今天稍微。拖了一下时间，不过今天的演出的这个时间跟品质不会减少，好吗？大家放心，拖了十分钟还是会还给你们十分钟，可以吗 ？OK， I love you, baby。OK， 啊 ，Yeah 嘞，这个回音太好了，我盖棉被，晚上盖棉被一定会偷笑。那待会演出当中，各位在位置上都不要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火炉那边，你要抽烟在那边抽，你在那边一次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那边是合法的。那旁边是厕所，女生厕所在男生厕所，那吧台在那边刚刚换饮料的地方，吧台在那边，好久没有甩头了，吧台在那边有一个饮料呢，非常好啊，会让你消除体力哈，恢复疲劳啊，睡觉会睡得，你如果说，要有洗肾啊，那边都有哈。好，我们掌声欢迎少华，刚从加拿大回来。OK， 那手上都有盖个章，你随时都可以进出哈。这个地方呢，现在因为那个舞台正在整修哈，就不要往上面坐了哈，好不好？那个就在这个地方，位置都够。都有位置，每个地方角度都看得到。如果说被挡住的朋友你可以稍微瞧一下稍微瞧一下位置，每一个地方铁花村都是龙穴。那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愉快。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蓝星乐团。
家好，我们是蓝星乐团。有人看过我们吗？有。真的吗？那有第一次看过蓝星的举手。嗨，大家好。通常我是阿廖，会做开场白。他也在折毛巾。然后我们两个乐手就是吉他手、贝斯手兼从台北吗？从台北赶过来。你们不会热吗？我很热。先给他们两分钟好不好？可以吗？好的。现在他们表演的是装乐器，掌声鼓励一下。我们附近今天同一个时间很多活动哈，像刚刚有听到太武国小的古谣传唱队正在唱歌，那明天他们今天是第一天哈，明天还有第二天跟后天第三天路跑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为原住民的为土地的尊严而唱的一个音乐会，那还有为土地而跑的一个路跑，是穿族服去跑步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穿，对，自己做好防护措施这样子。那明天他们下午，我不知道是几点，因为明天下午会在这边吧。他们有一个草地音乐会，哎，啊，主持人是我，哎，那我也不知道有哪些来宾，我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主持搭档预计好像是老法告，就我们两个会主持，然后晚上我们会再赶到。现场晚上还有一个音乐晚会，也就是说下午有草地音乐会，啊，晚上还有王洪恩、陈建州、范玮琪等等会来这样子。那晚上我们的独立青年也会跟我一起在那边，欢迎大家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好。Yeah.
们坐在河堤上，看着天空的月亮，我们举杯把歌唱。敬一下各位，谢谢你们的来哈。那，没有人就举这样子就好了啦啊。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我们今天少一个团员，少谁？你在找他吗？少谁？你是在找他吗？谁？我们今天少谁？哎，你们有看得出来我们少谁吗？团员看不出来，哎，这是阿杰的好兄弟。哦，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贝斯手，阿杰，对。恭喜他成功上位。稍微讲一下话嘛，阿杰。对，大家好，还不太认识你，哎，大家好，大家好。讲完了。好了，等一下会有更长的时间，让他介绍他自己。他不擅长用话语，可是他都是透过他的贝斯传达他的情感。等一下可以看看他，蛮厉害的，这样。很感谢他来帮忙。我们的团员那个有两个吧，应该是两个。哦，对，两个。对，我们都一直忽略我们的团长，因为我们团长习惯他不在啊，不是。没有，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两个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这样。啊，今天就我们来铁花，也是距离上次也是很久了吧？不知道多久了？不知道，应该有半年了吧？哦，没有，超过。对，那时候体重还没有像现在的时候。好，那我们接下来带来第二首歌曲是。赶快唱这首好了，看能不能降温。这首歌是母语歌曲，叫《妈妈的眼睛》，谢谢。
跑到我哥哥的楼顶，就看到星星，就想到我妈妈了，就做了这首歌的。谢谢。有人第一次听过这首歌吗？好，
中文意思你们就自己上网查哈，因为我现在很忙，你看。好了，我大致上讲一下哈，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就是看到天上的星星会想到妈妈这样子，因为有一首儿歌叫妹什么，也是叫妈妈的眼睛吧，那个儿歌就看到星星很像妈妈的眼睛这样。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就搞不懂我干嘛要坐在教室里面看着那个看不懂的课本这样子，课本都认识我了，我还不认识他这样，我只认识封面跟封底了，我还记得那本书350块。对啊，自装书套吗？自插补习班的，哎，没有。买书套。对哦，那时候忘了买哈比书套，哎，然后母后那个那个一两千页掰这样的，对，好了，然后就是想到妈妈这样，啊，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在家乡，啊，就会特别想她，不晓得她此时此刻在做什么这样子，哎呀，然后我妈妈今天也有来。只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应该是这个方向吧。好了，他说不要点他了，他很低调，跟我一样。啊，接下来带来，迥然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哎，迥然不同了，越来越油条了，你讲话真是。那个，可以了哈。老师们，来，他少华跟阿杰他们很辛苦，他们刚刚才从北部赶过来，对啊，我们是不是再给他们掌声两次？辛苦了，辛苦了。哎，自动被消音哦。因为你有没有缴电费啦？没有声音。哥，没关系啊，那个麦克风不用给。好，我们等一下再。开始为大家带来这首《喝吧》。我一个人独自地走在那条街道上，找来找去，却找不到我爱的他。找来找去，找不到我爱的他。哟，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希望他能够。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我偏偏就要来一个我的天长地久。当初的海誓山盟，如今却成一场空。落魄的我，只好一个人独自承受。我不想回家，
老外回应啊。我忘了这么回家。喝吧喝吧，喝我不想回家哎。喝吧喝吧。这结束要提早告诉你们。我们的鼓手很忘我，他忘记他该做他要做的事。我刚刚也忘记。扣薪水。200就了。200美金吗？我先喝一下水，真的，不然我瘦了，大家都认不出我来。我来自台东县成功镇都立部落，有一首歌是写给我们家乡的，它就叫都立，因为我想不到要定什么名字，就叫都立好了，这样我就给它叫都立，这样没有意见吧？怎么会这样问你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乐手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和弦，这就是我们这个乐团厉害的地方。那之前的练团是白费就对了。好啦，就为大家带来《都立》这首歌。介绍我们的新团员林尔夏，他负责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原地踏步走。好了，他还没有当兵呢。哇，真的热，好，开始。有没有感觉到风？真的有风了，你们不相信吗？电风扇啊。在那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部落，它依靠美丽的太平洋，海岸山脉在身后，它叫都立。住在那里的阿美族，他们热情又活泼，真的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渔猎是他们的传统，他叫独立。唱出阿米斯的歌，咿哟，咿哟，咿哟。
欢迎大家有空来都立海滩，但是垃圾请带走。在那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部落，依靠美丽的太平洋，海岸沙漠在身后，它叫都立。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渔猎是他们传统，它叫做独立。唱就一起唱，大声！嘿呀！这个按照大家了，你要站起来跳都没有关系了哦，不要打到旁边的人就好。之前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后来他们两个就莫名其妙在一起了。哎，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哎，
这首歌每次讲这个都没有人相信的，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在 KTV 的歌，大家去点好不好？因为我实在是不想介绍。目前只有收到几块，36块，一块4毛2。上次25块嘛，差不多、啊。这首歌上映的，上映了，上几年了、啊？五有了吧？4年了，4-5年。反正没什么人去点啦、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去点啦、啊。啊，如果你们不去点的话，你们还是要去点啊，因为没有人帮忙我们。这首歌叫《等待与期待》，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去点，真的有呢，我们没有开玩笑，你就点哦，蓝心乐团就放着这样就好，不用唱了。按导唱。就按导唱，我们就有钱赚了，一块。而且他有规定长度，你要放超过1/3，他才有算这样。有啦，好像四年来统计，好像总共141块吧。就是、对，也是破纪录呢，这个在部落、啊、相当好的。好啦，不要浪费时间了，等一下大家还有感觉运。不一样吧，这贝斯手，打得出力了。他从头到尾就这样哦。欢迎深山村 solo 卢少华。
嗨呀，哦嗨呀，哦嗨呀，哦嗨呀。哦，最难的来了。有一个女孩，她叫做巴奈，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她叫做银盖。原来那个银盖也是非常喜欢巴奈。只是因为两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啊。本来我就跟你讲嘛，早点接受他的告白嘛。你看你到最后长大还不是跟别人称别人的孩子，活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不然他会跟你说拜拜。厉害厉害！我觉得做这首歌的人真的太厉害了。谦虚。接下来又是母语歌。我们的乐团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很喜欢，就我个人也很喜欢用透过音乐去把我们珍贵的语言留下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主语创作。如果听不懂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音乐是可以拉近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缝隙，哎，缝隙了，就是大家，哎，你知道的嘛，会贴，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心与心会拉近的，透过音乐这样。也许你今天第一次听完我们的乐团还不够认识我们，没有关系，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可以去看看我们平常在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我们几个都是部落长大的小孩这样，然后把我们的生活经验，融合音乐这样去创作，我们的灵感都是这样子啦，然后有一些主语这样子。我们一直很希望是有也那个，希望我们的歌能够跟韩国的歌一样流行，似乎有点遥远。查拉内，哎，阿尼哈塞，哎，欧巴，欧雷，哎，我们聊到哪里了？我们聊到，我们刚才讨论那个。比尔高，哎，好了，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Mizrim》，Mizrim 就是阿美族潜水的意思。阿美族的男生要会潜水才叫男人这样子啦。My father told me， 这句话应该不用翻吧？你有去过加拿大？应该会讲英文。我去过加拿大，真的，这不少华没有去过而已。哇，等一下我们在讲加拿大的笑话很多啊！这到加拿大，这当阿美族遇到加拿大，真的是不简单，颠覆他们的颠覆。好，我们先认真唱一下歌，请不要。对我们搞笑好吗？老板可以再一壶水吗？啊哎呀，我只拉阿尼尼。Maka pahai ku ya liat lanini Tatiu untuk ku ya pacin nunamu Atatu tai ladu ili ya Mitzrim tu kita Mahalawai aku zizai sunita Tusa awa Tulu aku futsuki Sepatai ku afar Arti hai aku maharawai aku ya futin Ya pacin hanaku ini啦流外古拉夫的波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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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hawa, Guru Agung Tuti, Sepatah
박친 하나 보이니 나를 와이보라 보니 보이야 사이즈는 기다 라체지 사이즈 럽도 기다 이쯤 돈이 도는 돈너 말이 든가 我们上半场就到这里了，先30-0，好不好？我们期待第三节、第四节的表现。好，下课。可以了吗？我们好，先休息哈，十分钟哦。好，拜拜，待会见。好，我们下课休息，到12点，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哈。OK， 休息10分钟，谢谢各位。上课了，我们再一次掌声，蓝心乐团。
嗨，大家好，我是阿里奥的朋友，我唱的团员啊，我是老外啊，今天很高兴在下半场的第一首歌给我机会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的一个我直接讲，我有一次我去都立啊，看到一个朋友的阿嬷，他哼着这首歌。他这首歌呢，他是在日剧时代，他是带点日语跟阿美族的那个我们的古调一直一起那个结合。据说这首歌在日剧时代的时候，因为以前日本人执政的时候，都会把我们的男壮丁啊调去当做苦工也好，还是去远洋，还是去当兵也好，就是一去很久很久很久，也不知道他的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他的老婆呢，他心爱的人就在家，他的家乡思念他，啊，就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去，不要担心我，哦，没就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子。啊，我每天都会想你想着你。这首歌应该是日语啦。啊，我等一下唱的有点不是很标准哈，请见谅，好不好？可以吗？谢谢。这是一个独立阿一个阿嬷唱的，这首歌叫《喜奶奶》。好，这个《喜奶奶》。Yeah。
谢。好，感谢感谢，那我们再交给阿廖，谢谢。给老外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好，我是阿廖的朋友。哎，谢谢，不好意思，因为，对，差不多这样。刚刚那个是一老歌了吼，然后接下来带来，刚刚有位妈妈写的一首歌，所以也要考量爸爸的心情，所以有位爸爸写一首歌，叫做《老爸》。又是母语歌了，其实意思是叫他不要喝太多宝丽达，就这样而已。等一等，呼呼苏啊，路啊哇，一束夕阳要依赖。呼苏啊，路啊孤独，呼吸说那安等一等候，等一等候，阿猫等一等候，呼阿妈。Que sou com mantura paulita O suan luichi Ano mais que sou com mantura paulita Maate Convido cano de sou O amá O amáMado basi vana ta conando no la rio no itia julia tengile joko suar maku asila kuno tati vengan no me soa la
其实这样，这首歌就是少喝一点的啊。嗨，大家好，我是蓝心乐团的唯一的女生，然后我叫喇哇 LAWA， 然后她叫喇哇，我们之间插了一个 Y。大家知道为什么差一个 Y 吗？因为他是阿美族，我是太阳族，然后我是来自新竹县五峰乡的太阳。家的呀，大概是好远了，70127号，倒数第二个巷子口。然后我家卖乐透，大家可以去买乐透。我就是没有买他们家的，所以我一直没有中。对，有新竹人吗？有没有？哎，有哎，嗨。老家，哎、欸，不是，不是，不一定是新竹，新竹不一定都是台中。然后这首歌要带来一个是高中的时候跟姐姐一起的创作，很久很久以前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泰雅族的歌词，差不多30几年前吗？两年前，这首歌是那个我姐姐，她说不能讲啦，可是还是要讲。就他以前可能有偷偷暗恋别人这样，什么？哦，你有事吗？然后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就可能也是透过音乐吧。这首歌就中间有一个叫《So Young Miss Balai》，是我很喜欢你的意思这样。对，可是最后我姐还是嫁给别人了，就还好没有在一起，不然，对啊。好了，没事，感情不就是这么回事？好，阿廖，感情对啊，刚刚聊到哪里了？就是在讲感情呢。好，然后这首歌不是叫《So Young Miss Balai》，是叫《好想你》，这样。好，好了，可以吗？好。刚刚都是彩排，我现在正式演出。
非常好，非常好 ，good job。抱歉，抱歉，刚刚有点打我。太投入了啦，他们。你不要讲话，没有人知道你打错了。又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个团员都很老实。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是很久没有唱的，稍微气氛给它严肃一点点。很久以前有一个台风叫莫拉克，它摧毁我们原乡地区还蛮严重的。那有几个兄弟，我几个好朋友了，因为这一场，有的是因为去救别人，还有的是他本身为了要守护家园，就从此以后就离开了我们阳间这样子。然后这首，称呼，人世间的，哎，这首歌就。就是纪念他们，这样很久没唱了，那希望台湾不要再遭受这样的灾害，这样子。好，那这首歌就叫《莫拉克》。好，谢谢。森林里的生物，他们开始流浪，夫妇流着眼泪，他唱出心中无限的悲伤，他唱
献给在这场伤难中离开的亲友们。不好意思哈。有点严肃了，在座也是有看到好兄弟来看我的演出，也是很感动，他们也是受灾户，敬一下。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一年我去嘉兰去做志工的时候，我踩进去的时候，那边的大哥跟我讲，你现在踩的是他们的楼顶，这样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一刻。我才刚下去的第一步，那个土挖了大概十几公分，真的是他们屋顶这样，所以印象很深刻。对，然后就会触景伤情啊什么的，就所以才写了刚刚那一首歌这样子。那希望天佑台湾啊。好了，刚刚有点哽咽，是因为没有吃晚餐的关系。我们的乐团的特色就是主语歌比国语歌还多。我其实也不会讲跟你们讲说多担待呢，其实不会呢。我就是觉得说，你们来难得来这边，我就是要你们感受我们的传递出来的东西这样子，不管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总是一种感受嘛，对不对？哎呀，好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后呢？今晚吼，刷落来几条歌吼，刷落来，叫做阿米斯 rap， 中文叫做阿米斯 rap， 阿美斯雷普，好了，为大家带来这首。希望年轻人不要忘本的歌，因为我每次看到很多人很会，年轻的部落子弟很会唱韩国歌、日本歌、英文歌，怎么样？最后都是中文歌，都不会轮到我们的主语歌，很可怜。所以我就想说，哎呦，你们喜欢这种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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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了，尽量了哦。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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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不出完了我一打哭完了他都马上把他们带到了苏里兰国的吧依然不给买那么他看到我的鼓励的都阿米斯他看他们中国哈拉的打哭完了在一切的那鼓励头我的不说话啥都那么来一看看我啥里看看我的鼓励打哭了阿米你们哈拉的口口来来都连连好亚努拉丢啥都投入阿米你阿拉丢马哈拉的口口拉丢了你等好亚努三扎的腰都能把兵给打我不能你等他说完后等你等他都拿你出来才好为难的时候他都拿你下你把他发达给你呀心里，好，接下来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拉瓦的歌曲。好，这首歌是我跟阿里亚一起做的歌，然后他写曲，然后我写词，然后意思大概是，就是因为常常会。很在意别人就会去不敢去做一些事情这样那可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干嘛那么在意别人好、等一下你就是你对啊为什么你想要做一件事然后因为别人觉得不行然后你就开始怀疑自己说好像不行反正这首歌就是叫，就是按照自己啦，做自己，哦，对不对？想要的感觉，怎么有点套不出来？就自己想要的感觉，你自己想要的感觉，好。好，先喝一杯了。这个真的要在阿美族要学会这个动作，因为一定要弯腰才可以看见。谦卑的自己好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首歌跟大家结缘的最后一首歌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叫修比爱的感觉客家话怎么讲想要的感觉对不对不要乱讲
你客家话想要的感觉怎么讲？谁没安讲？哎，不是，太搞红，哎，好，想要的感觉。不好意思，我们女主唱跟鼓手起了一点争执。因为他有个歪，我没有一个歪。我们这个乐团就是这样，就家常便饭，大家。我们这个乐团常常不把观众当一回事，你知道吗？快点。好了，开始了，开始。感谢各位今天来，因为是
间差不多了，然后再次感谢各位，我们叫蓝星乐团，蓝是那个蓝，星是那个星，山峰蓝，温馨的心，欢迎大家到 KTV 点我们的歌，谢谢。没有 uncle 了啦，因为不是动物都死掉了啦，你们一直讲奇怪。我们先敬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今天来，谢谢。一直觉得水很好吗？刚刚是 Dilo 哥的声音。等一下了，我们还在讨论呢，一直讲。等一下我们要走人喽。可是今天有新歌嘞。但是没有练过。我们现在什么歌练过都等于没有练过。到底。因为我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所以你要唱新歌吗？好，压箱宝拿出来一下，第一次啦，没有练过。这首歌，原本是为了我的学生写的，要让他们去参加比赛。啊、可是那个比赛一个主题要跟你的民族文化有关系、啊、然后歌词里面要有五分之一要有母语歌词，这样哼唱也可以这样、啊、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母语 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我还是以中文为架构写了一首歌，然后不小心有拿到全县第三名。前两名太强了啦，前两名台湾跟北南的太强。那这首歌是没有想过会得名，主要是让他们唱开心这样子，让他们有一点自信，因为他们每次都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去参加合唱比赛都看到人家台湾跟卢凯还有布农的，哇，他们的服装真的很漂亮，然后歌声真的很嘹亮，转音也是很转。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方哦，因为他们山路开得太厉害，我们只有海边，所以我就他们就一直问我说：“老师，老师，为什么他们女生的衣服都很漂亮？”我都讲讲，都是几乎都是女孩子来问我。我说：“其实你们也很美丽。”然后我就为了他们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写给阿 miss 跟绑架的女生们。那这个歌名一定要念好，它叫阿邦女孩，不是邦女孩哈、啊，你不要念颠倒哦，阿邦女孩跟邦女孩是，是那个有在校的已经听得懂了，你还不懂的，你等一下去问阿美族的朋友，请问阿邦念颠倒是什么意思？这样，好、哦，这样不太好啦，这样。再来这首阿邦女孩，我稍微把小朋友的感觉带给你们，希望他们有自信。
看见你穿上彩虹衣，黑白缠绕出你小腿的美。白羽毛象征你温柔的美丽，红衣项链让文化的美永远与你相随。你阿弥陀绑扎都是最美的女孩，玛嘎巴海哈盖尤因，不管你阿弥陀绑扎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小腿的美，白羽毛象征你温柔的美丽，红衣项链让文化的美永远与你相随。我们给苏老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完全没有练习，靠感觉 solo。你的笑容是我难以忘记，美丽的歌声存在我脑海里，阿恰。
我们再唱吧。我爱呀，嘿呀，哦。先给各位，谢谢。然后这首歌已经有在网络上 YouTube 了，你打阿邦女孩出现的，要打对哦，不要打邦女孩，好不好？阿邦，然后里面不是我，是我的学生，可以听听看他们唱的。谢谢各位，我们是蓝青乐团，后会有期，谢谢。好，下课，谢谢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离开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贵重的东西哈。那铁花村呢，明天还是继续营业，明天是黑胶唱片。如果各位对这个原住民这些传统歌谣哈，那些最早的这些灌入这个黑胶唱片的歌手，现在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哈。如果在想要再看他们的风采的话，欢迎你们明天。7:30开始嘛，然后明天啊，是的，好，7:30 ，OK， OK， 心情都还好吗？啊，不好的 ，OK， 我也帮不上忙哈 ，OK， 谢谢你们 ，OK， 离开的时候不要忘记贵重的东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走路可以边喝边吐，啊，不要为难警察哈，啊，这边呢，这边有捡到这个现场的朋友，你如果还在的话，他。驾照哦，他叫李博，李博什么？看你笑，看不到字。李博什么？李博昌吗？李博伟，还有行车执照哦，叫李崇成还是李仲成哦？哦，还有一个什么两寸照片，不晓得是拿来结婚那个的用的吗？还是哦，如果有遗失的话，请马上到村长这边来哦，找村长哦，要负责喝酒。Yeah 嘞 ，Amen man。OK， I love you, baby. No, ha ha. OK. 明天欢迎你们再来，谢谢。明天后面还有哦，明天是早上10:30，那个为土地而唱，会早上十点半会在这边，晚上10:30的时候嘛，他们会在这边投影，也会抽故事。如果各位还想说再听听这些关于原住民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议题的话，也欢迎你们明天晚上10:30也是在铁花村这边来。铁花坝呢还会开到12:00。你们如果现在还不想回去哦，还想说感受一下铁花村，感受一下村长，我陪你啦。那边哦，如果你脱水的话，缺水哦，没关系，那边都还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OK。最后，请代表台湾华基金会及铁花村及工作人员，大家周末愉快。I love you, baby。为什么要结束？